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树，欢迎回来。万众瞩目的体重管理视频又来了，真的不是自夸，但是我有一个很强悍很强悍的能力，就是从小到大我都是可以非常自主的控制我的体重的，就是我想瘦的时候我一定会瘦下去。这次呢是冬天，男朋友来了一下长胖了5斤，然后他走了之后一个半月迅速呢又瘦了9斤，这样子其实掉秤速度是很匀的，所以很健康，然后身体没有任何不适。在此声明一下，就是我是坚决反对只有瘦才是美的，但这种每个人都有不同让自己开心的方式。我周围有同学他很享受美食，我也会做各种各样好吃的蛋糕什么的陪他一块儿吃。如果瘦能让你开心，能让你觉得掌控自己的体重世界更美好了，人生更美好了，那就瘦没有什么的。接着看这个视频吧。这一次简单来说，我用了这么一个减肥方法，就是一个半月的碳循环方法。网上你搜到碳循环它太复杂了，你就很难记，所以我把它简化了，就是2天断碳或者低碳日加1天正常碳水日。这个方法就是噗噗也正常，鸡鸡也正常，什么都正常，精神状态也很好。那首先我先来介绍这2天无碳日的饮食怎么吃吧。这2天无碳日大概每天会控制在1000卡左右，其实挺少的。我做了很多这个酱鸡蛋，所以每天早上是一个酱鸡蛋配一杯拿铁，午餐我都是蛋白质和蔬菜的组合，然后我特别喜欢吃鱼肉，三文鱼少盐这么煎一下，它那个油脂就很香。晚餐呢，因为我是无法割舍甜食的，其实这并不利于减肥，但这利于我坚持减肥，所以晚餐我会选择自己很喜欢吃的酸奶搭配巧克力，但是量不会过，它让我每天有盼头，虽然热量不是很低，但是我吃得很满足。如果外食呢，我也会选择相同热量差不多的东西去吃。然后你头2天会很难坚持，但你后面适应了就会觉得还好。只是这个瘦身日的这个食谱，我还是放了好吃的东西的，比如说坚果啊、巧克力，就是它让我一天有盼头，但是它热量也不会太超标。这一次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点，就是在低碳日的时候，我也正常吃脂肪，就是什么油脂啊、巧克力啊，这都是脂肪。然后女生在减肥，如果你不吃碳水的话，就一定要吃一点油脂。高碳日的 tips 呢，就是虽然是所谓的高碳日，大家还是粗略的估算一下热量，不要超过1400卡。对，1400卡其实不多，但是你要想吃一点你想吃的东西的话，也能吃到，然后你再补充一点碳水。然后总的这一个半月呢，有一些小 tips 要分享，就是第一，无论是低碳还是高碳日，都要保证自己有那么一点饥饿感睡觉。我的话，我已经养成习惯了，其实饥饿感也是一个习惯，我基本上4点就会吃完晚餐，然后在7-8点左右我就会开始饿了，然后晚上我会忍那么2-3个小时的饿，但是你懂吧，为了我马上要迎来的海边拍照透露一下，马上要迎来的海边拍照，各种瘦身辣妹美照，我忍那么2-3小时我觉得没关系。定了计划你就要坚持，我定了这么1日3餐计划，我就不额外吃别的东西了，坚决不额外吃。你不要说定了这个计划下午出去逛街了，哎，看着奶茶又想着来都来了就来一杯吧，看着冰淇淋又想着来一个吧，就不行。你就是不严格的话，你就是肯定会反反复复的掉秤，然后如果有一次你吃的特别多，你又想着第二天，哎呀夜断吧，这个断吧那个断吧，就坚决瘦不下来。这一次这一个半月我为什么这么好坚持，也是我每天都在学校忙，所以说我特别特别的脑子里在想别的事儿，和我一样我可以扣一，就是我反而是越忙我吃饭越不想着这事儿。减肥的话不妨让自己忙起来，让自己有一个别的事儿去追求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你选择一样你喜欢吃的东西，但是不要太夸张的那种啊，保留在你的每日食谱里。比如说我特别的喜欢吃巧克力和酸奶，它们热量并不是很低，但我还是给它放在晚餐继续去吃了，让我每天有盼头。我是很小很小基数了，所以我一个半月掉10斤。如果你平时是更正常吃饭一点的人，你用这个方法一个月，我觉得一个半月15斤都可能是可以的。如果大家有什么减肥的小 tips， 也可以在弹幕啊评论里分享出来。关注我，我是你们的树，我们下次再见吧。